新唐人健康展又回来了。面对新型变种病毒，民众应该如何应对？疫情期间，健康保险有多重要？特邀中西医专家和健保业者，教您如何应对新冠疫情。洛杉矶公共卫生部门现场提供免费健康咨询。新唐人户外健康展，10月2号上午10点，将在大纪元媒体集团举办。快来参加，还有多样奖品等你拿。